你弄的水很深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大红现在有到小腿去了，到小腿了吗？对呀、啊。那、啊、你们是记者吗？对。那、啊、你们这样出不来的是吧？对啊。那是几点开始这样淹上来的？4点快5点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哦。对。那、啊、像里面家里就人都推不车出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安全就好。哦好多哎！那个那个叶秋梅，好好好，叫生意帮我们。好多呀！哇，啊，内底是淹偌高啊？到这有啊？越来越高了。越来越高。所以在里面很危险，就是赶快撤出来啊！对对对。哦。东西一直搬，一直搬，也越来越高了。啊哈哈。越来越高。哇！啊，唔是几点开始抓？就一下就回来。快五点，快五点，快五点，快一点，快几波档啦！你刚刚三点，他门推推越来越高了。哦，去跑过去出来，刚才带了5个出来，对，里面都是淹水了，没有办法出来，就用急流舟把他们带出来。那目前呢，进去还要去持续搜索。对对对，还有报案社里面还有人员受困，要进准备进去。哦，哎，那总共你们这样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撤退了几个人？已经请工走预防性疏散了，现在还有很多人这种就出来了，我们陆陆续续的再救出。好好好。按内底安怎？我受困在2楼的，伊其实无立即回消防，哎，他们没有要撤伤，我爱出来了，哎哎哎，那平房的都已经撤离了，那里面水淹多高了？水淹多高哦？我将近1层楼哦，哎，将近1层楼，他还不出来哦？哎，他们这爬到2楼了，哎，我躲在2楼，哎哎。你到底为什么出来？为什么没出来啊？哎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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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